在偌大的漫威宇宙中，集齐了6个不同宝石的灭霸手套可谓是所向披靡，打一个响指就能灭掉宇宙中大半的生命，简直就是超级大 boss 的存在。那灭霸手套这么厉害，能扛得住1340度岩浆的攻击吗？对此一位小哥就脑洞大开，想要来测试一番。实验开始前，只见小哥先是准备了一块同样无敌的美队盾牌测试，将其固定在架子上后，这边就开始不断加热岩浆，仪器准备就绪后便倒了上去，谁知起初的岩浆直接呲溜滑走，更是燃起了熊熊火焰。在岩浆全部倒尽时，火焰也是随之越来越大，甚至底部也冒起了大火焰，不到3秒的功夫就把美队盾牌给穿透了，这威力也是把老外看愣了，直接就拿出今天的大 boss 灭霸无限手套，随后又烧制了一杯高温岩浆，准备就绪后便将岩浆倒了上去，谁知二者接触瞬间就燃起了熊熊火焰，同时还伴随着大量黑烟，将一整杯岩浆倒下去后，我们看到灭霸手套已渐渐被烧毁，一盆子冷水倒下去，哪里还有手套的影子，直接就变成了一堆黑渣渣，这结果还真是意想不到，不过如此厉害的灭霸手套。